网友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台钢机长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出来逛一逛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漂亮的景色给大家拍一点。现在我们往前走一走看一看，我刚才看前面有树上的花特别漂亮，我刚才看好像是杏树花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现在开车，我想到前面去看一看，可是呢，前面这个道呢，从过年的疫情期间一直给封了，我以为通了呢，现在呢，用这个报废车辆呢又给挡住了。我让大家看一下，看看我们这里这个防控工作做的是不是到位，做的简直太到位了。我把这个摄像头给它切换过来，大家看一眼啊，大家看一眼吧，前面这个道，看一看都是用这个报废车辆给挡住了。看一下，就是其他的农场的车不允许过来，不允许通行，农用车也得绕行，这管控太严了吧。看完这个道口从铁栅栏都焊上了，农用车都不允许走，我们下车去看一看。这前几天就是焊了一个细的，现在又焊了个粗的，这里边是用锁头锁的，看到里边有个大锁头，这有必要这么封吗？